不开心啊！不要气噗噗。嗯。什么东西？不要骂脏话。谁啊？我在吃宵夜啊，什么骂脏话？夜猫。猫。猫猫。哎、欸哦，我听到那个风暴哦，要起来，要起來。他就在你附近啊！我操！拜拜！我还有一分半，还有一分半，再丢一条。我近还远。不管，我要先，啊、我要先换位置。拜拜！掉到了。如果吃毒会死掉吗？不会，你会钓不起鱼。哦，是这样子而已。我要去找休息。哎，卡住！我要在秀秀旁边钓鱼。好哟。这只鱼。你为什么要抢他鱼？我又没离他很近，我只是靠近他而已。就这里好了。这是什么鱼？太阳鱼。黑斑刺盖太阳鱼。太阳鱼。真的，太阳鱼为什么那么丑？我真觉得。那为什么你这么可爱呀、啊？乌沙小，有人恭维吗？我们有一天会有报应的。这样，你是说吃龙虾被刺伤之类的吗？不是刺鱼，然后被骨头弄伤舌头。嗯，那是舌头的问题。舌头对，那是舌头的问题。太粗了。我的那条鱼根本没有咬钩子，它是浮着被钓上来的。还有这一种的，有啊！我刚刚也是想收干，就直接收起来了。可能是太小。我听到风暴圈的声音了呢。所以要回起点吗？不用，不用，在那个圈的圈走。刚刚我们第一次玩的时候不知道，我们全部跑回起点。就全部会玩失败。对 ，OK。早就知道，我就要待那里。叫你去你不去啊？好小，好小。好了。太夸张了呗！先走了，拜。走错路，走错路。怎么上去？哎，下不去啊！我也要走了，拜拜。不能走海，进来啦！秀秀来我旁边。好。走啊！因为我堵在这边，你就死定了、啊。原来屋子可以钓鱼。可以啊，之前都在屋子里面钓啊。哎，怎么进去的？哦，这边有门。好酷！哎，怎么进去的啦？我怎么知道？好啊，我堵你门口。哦，我现在怕按一开门了。你按一看看。不，我要钓起这条鱼。我是直接用水。我要踩在 Tina 里面。哇塞，你在工厂？我要直接踩在 Tina 里面。这句话怪怪的。OK， 就这样。哇哦！所以暴风圈不会把屋子吹坏。不会，圈圈也不会吹走。我在这边啊，怎么被吹走？哇，你好听不懂了。我要帮你，我要帮你讲，小鱼都吹不走，圈圈怎么能吹得走？好跑跑，妈，你会被吹走吗？不会啦，我看到圈圈的声音了，感觉很贱呢、欸，你真的很坏。最后一秒钓到鱼了，害你的房子啊！我只钓到两条鱼，会呼叫你的同伴跟你一起玩，一起来玩啊！
我不想杀鹅，我觉得好贵哦、喔。不会啊，鹅怎么会贵？不是鹅啦，那个饲料吧。对，饲料。那还好啊。很贵、欸，我很穷哎、欸。哇塞！不要欺负没钱。那时候我们一起赚钱，你说你穷？那我杀个呗。你比在场有三个人还要多钱，你知道吗？那。伊娜、德头啊。还有我啊。哦，那四个。还有我啊。那五个，你看，你就赢你那么多人了。哇，这又是这么圈还会再说吗？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不会了吗？这要怎么再说？不知道。再说的话是跌罗汉，跌罗汉，全部都掉，全部八个人围一圈掉，围一个洞吗？对，掉成一个洞。那、啊、童子掉起来洞太小，哇，妈你好大只哦！啊，为什么会有那个声音？我刚刚就说我在吃宵夜而已哎。你等一下找一个林太太。哈？我说你等一下走，走赖他赖他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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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动完了，他动完了，断了吗？还没啊，我只是刚刚卡了，我只是刚刚，刚刚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，就没了，我只是刚刚没了，鱼呢？这里就有鱼了。我旁边好多小鱼哦、喔，所以我拿钓竿钓小鱼，能加一条鱼吗？可以啊。那我自己本人可以加一条鱼吗？你要倒扣一下。哦，他要抽。圈圈把你的。我靠！我靠！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小鱼？我没有这样说。0.7公斤算是中鱼了，好不好？不是小鱼。哪有啊？你看为什么？那个出不去哦，可以的。哪来那么多什么？哇塞，哪来那么多问题？是啊。上高了，最后喽，六哟，拉拉先，啊，神秘龙魔，神秘龙魔，我丢了几条鱼。拜拜吧！耶、yeah, ，谢谢各位。好多第三哦、啊。哎、欸，好多第三名啊！我好累、哦，我第八名哎。我第八名。我第八名啊！你好烂啊！26.538公斤。哎，刚刚那一条很大的。好喝吗？哦，好好喝来换人开哟、哦！我先切个网子。嗯。切啊。换人了，切了再回来。真爱的无恩的人。圈圈啊，或小鱼啊。不要。该的。不要。小鱼，你可以去切中文了。嗯。哪里切？我有15000。我好有钱。设定是哪一个？就是啊，低能。第三个。你是这样子对上面分类第三个。等一下，我还在买鱼粮。其实有。好。我心里的鱼粮都几个？啊？啊？20左右。20。嗯。鱼粮嘞？对啊。拿来撒的胡椒粉跟那些罐子啊，对啊对啊，对啊，怎么了吗？我没有设，哦，有设定了，没事没事。对啊，第一个19，第二个19，第三个34，第五个12，第五个24。哎、欸，他没有给我选项是选中文嘞、欸，他没有 language 那个第三类上面第三个。
哦，看到 English 了，对不起，我英文不好。可以开啊！啊？芊芊，等你哦。对。什么？插你的、哦。节操哎、欸，节操会开哎、欸，天啊！不是节操能开的东西。为什么我设定他是 Chinese， 然后他不动，他不鸟我？我按 Save， 他不鸟我哎、欸。啊，那你要返回来。对呢，是英文不好，你连中文也不好呢。他没有跟我说要返回，他只跟我说 safe 啊。怪我喽，就是怪我喽。好，让进不进来啦。我去尿尿，等一下好不好？看你龙三玩总数量会很累哦，龙三都是大鱼，你要玩总数量哦。等一下，密码是什么啦？一样啦，九一九，我就不对啊！他就说不行啊，可以了，我先尿尿，拜拜。哇，真是惊人！小口如鱼，大口如鱼，鱼鳞。等一下，重量啊！重量啊！等下帮你挖洞啊，不用怕。可是我呢？有风暴呢？再有风暴啊？还是风暴要关？关好，你要关吗？关好了，这样因为我还没那么多钱，我先换一下那个钓竿好了。等。我要去，我要换钓竿。我也要去换。哦，进去换就好了哈。不要进去换，还要等他跑。啊啊！我也去换，我也去换。我也去换。我回来了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是不小心的。什么东西不小心的？不小心踩到我家猫咪的。为什么我们只有五个人？换东西啊！他们去换，我们去换衣服钓竿的，不穿就好了。你们大家是你哦、喔！我要把你要把我东西再开台，再开台，你要把我东西逼出来吗？十二点了啊！而且现在都是确认有十八岁的喽。为什么？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没勾十八岁，你怎么进来看我的台？你确定每个公司都那是要那是他们自己要负责啊？他们说谎啊！我已经做到我该有的劝导啊义务的哦。你确定你没有按过否？嗯？你小时候没有按过否？有啊，不小心按错啊，怎样？突然想要诚实一下，看他会怎么反应，对不对？嗯，没有，就真的是按错而已。好了。舌头呢？哎，对你。哦，皇上驾崩啊！我靠！驾崩啊！十五分钟总重量哦，要比重哦。对啊，你赢了啊。没有，我会是第二，没有啊，第三呐、啊。他第一、第二是谁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哇塞！第一我是到第二我也知道，第三我就不知道了。那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不要，你就直接开始就好了。Start go。我要确定有没有人直接进来。Start bustle story。啊，那个要动的自己跟好我哈。是哪一关地图啊？龙山吗？龙山吧。龙山长这样吗？好啊。不是啊，这不是啊。这是龙山吧？这是什么地图？龟山，好棒，拍手。
啊，那个要动的这边啊，会缩圈吗？会缩圈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我就不要了。到底什么地图？哎呀，怎么了？哎、欸，紫色离开了。紫色说 ：“Forget， 不想跟你们玩了。”我猜，他断线了。干嘛这样？他只是断线。对嘛？干嘛误会人家？对啊，都诬赖人家。我没有，我没有。这好浅哦，这超浅的，这边是小鱼哎、欸。怎么啦？说你丑啦。我美的啦，超浅的、欸、森林湖啊！我已经到最深的地方了，结果它只有14公尺。它是14 m、欸、m 是公尺吗？m 不是，只是不是吧？不是米吗？哦，米也是尺啊，没有。米是公尺、啊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不知道米是公尺啊。meter 啊 ，meter 啊 ，meter 是米哦。